哎呦哎，别再弄！你这没牙齿了，你等下牙齿掉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盘盘。今天付大哥做好吃的，做了个排骨汤。为什么做排骨汤呢？其实啊，也是有一个网友，他赚了200块钱，因为我做了个排骨汤给黄虎吃。但是我呢又不是很会做，所以呢今天付大哥做了个排骨汤，先看一下。现在把这个萝卜放在这个排骨里面。大哥，还要煮吧？要煮。啊，看一下今天付大哥还买了别的，这个是花菜啊，这是豆芽，还有白菜，黄白菜。嗯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萝卜皮，我们给萝卜剥了皮腌一下，腌个小咸菜，下饭，下饭菜。这样子。这个萝卜皮我们都是把它扔掉的，我尝尝尝一下，尝一下尝一下，好吃吗？还挺好吃的，很脆吧？对，很脆。嗯，什么食材都可以利用。对，这个付大哥很懂啊，我们都不懂。然后这个是那个排骨啊，这个也煮很久吧？还有什么菜啊？野生的小鲫鱼。这个排骨是真的难煮啊，一煮一两个小时呢。所以现在付大哥就在看直播，我以为看直播是年轻人才喜欢看的，没想到付大哥也喜欢看呀。付大哥，快熟了吗？嗯，我尝尝咸的，没熟，萝卜还硬啊，走吧。我听别人说过，一个优秀的厨师，他就会尝尝他做的菜好不好吃。不尝的。嗯，不尝吗？我这是嘴巴馋了，想尝。就是尝了个汤呀。不尝的。不尝啊，就是一把准的，哪有尝的道理？这个排骨熟了，然后现在付大哥切这个鱼了。付大哥借我食材的那个野菜，紫色的野菜，我看一下有没有啊。回来了，嘿，有虫子。付大哥，这有虫子，是这个东西吗？是不是这个？对。啊，这有虫子。不是，我知道。这个绿色的虫子。我要把这个虫子把扔掉，把这叶都扔了，扔这个这叶不要了。哎呀，我你还敢抓那个虫子啊？这个是解心气、增香的，叫紫苏，就是我们这一代江浙这一代，我看用这个。我们老家也很多啊。你们老家也有啊？也有，也用这个烧鱼啊？有。啊、哦，这个是清香的鱼啊。这个一定要小火慢慢煎。他才不会捏。现在我们呢帮黄虎打包，打一点包送过去吧。本来我想接了过来吃的，下雨他不敢过来，不然的话会感冒了。这个包打好了，这么多啊，付大哥。嗯，你看这个黄虎他一个人吃得完吗？这么多？吃得完，吃得完是他的事情。你就送去就好。行，那我们走吧。下大雨呢，我们就是冒着雨。帮黄虎送那个吃的。现在我和付大哥来到了黄虎住的这个地方呀。黄虎啊，我这里一进来就闻到那个气味很重啊，知道吗？你要把这个窗户打开一下，透透气。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网友啊帮你买的排骨，这是付大哥啊亲手做的，我也不会做。谢谢付大哥。然后你先吃一下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啊，一不一吃胖点，吃好点，是不是？哎呦哎，别再弄，你这没牙齿了，你等下牙齿掉了，那个牙齿都是烂的，我不能弄烂的，把撕掉，撕掉，我来帮你撕吧，我来，这些我来撕。好了，这个是豆芽，也能吃吗？豆芽，对吧？现在还是热的吧？热的，还是热的呢。这个是那个鱼，鱼，那个鱼是付大哥买的，然后还有饭，还有排骨，那个就是排骨了，烧得很烂了，你不是说你牙齿不能吃肉吗？怎么样，能不能吃？能吃啊，那就好。怎么样，兄弟，今天这个是不是很丰盛啊？三菜一汤。像你的话是能吃的话多吃一点，是吧？要养好身体啊。我来这边
其实我跟你们说实话，嗯，我也有自知之心的，自知之明，不是，自知之明，包括我也是，因为家里人不管我在老家是好多网友劝我回去，我知道回去吃跟住我是不愁，这实话，嗯，但是关键的是不自由，而且，嗯，不自由，在家里有人管你吗？又没人管你，什么不自由？是没人管，对。那有什么不自由的呢？因为养老院嘛，你在养老院里面住啊？就帮我送养老院嘛，因为我待在家里，我自己又不会做饭。你才多大？你才30来岁住养老院？啊，就帮我送养老院。谁送的？哦。然后，那我这个病，那边的人也跟我说了，嗯，会帮我维持住，但就是说已经治不好了吗？维持住，你指望就是说这边出钱给你治，不现实的。除非你自己拿钱出来治，嗯，维持现状啊，对对对，这傅大哥懂的，懂的，对吧？这一次呢，也是那个网友啊，他出了200块钱嘛，嗯，他说要我帮你买一些排骨，做好给你吃，嗯，给你做那个排骨汤，我们也吃了一点呀，没事没事，我们也是托你的福啊，然后呢就还有150块钱，你还想吃什么？再继续帮你买吧。你说错了，是我托你凡哥的福。别这么说，还有150块钱啊，还可以吃各好几餐呀。你还想吃什么？鱼跟红烧肉的。哦，鱼和红烧肉，然后还想吃什么？别的还有什么吗？能咬动的就豆腐了，还有个豆腐。豆腐有什么好吃的？嗯，是挺好吃的。我能想到的，关键。我牙齿只能让我吃这些。哦，那就先做一个鱼和那个红烧肉吧。嗯，兄弟，嗯，这一次帮助你的那个网友叫做优雅星空，嗯，这个人非常好的，以前我们拍那个说先生，他就帮助那个说先生，拍那个功夫小伙，他就帮助那个功夫小伙，嗯，这次他就帮助你，嗯，这个人非常好，嗯，谢谢优雅星空大哥，谢谢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正是因为有你，还有像凡凡哥这种有爱心的人，才能让我坚持下去。谢谢。那个网友他说了，嗯，主要是帮你煮那个排骨汤，你看，那个全部都是排骨汤，你喝一口。那个网友啊，就是希望你喝一点这个排骨汤。嗯。嗯。怎么样？嗯。可以啊，嗯，好，那你慢慢吃啊，嗯，那我们走了。付大哥，嗯，黄虎他说了，明天要吃那个红烧肉，嗯，到时候你帮他买多少钱的话，我给你吧，嗯，嗯，还是你来负责那个主厨，嗯，是吧？红烧肉还有个鱼，啊，对对，红烧肉和鱼，嗯，好。